拆开连线，首先拆开连线，下模连线，对，拆开下模连线，每一个五笔下面的，对，我都拿出来就可以了，那就可以开，那就拆开了，对，那是机身拆的。第二个，每一个都是这样，对，每一个都这样，那就拆下来就完了喂，拆下自己就掉了喂。那不就可以了噻？那就可以第二个。每一个两侧都是一样的啊，两侧都一样的。